好，来看到秀林乡文兰村重关公墓，即日起公告族人可以进行起掘的作业。为了让起掘的工作能够顺利，五号一大早，并且邀请当地的基督教的牧师以及部落族人一起来祈福，希望在起掘的过程当中能够顺利。五号一早，秀林乡公所殡葬管理所所长林嘉文，客远客意则是向重关部落族人们说明起掘的流程。公所要因应就是满葬情况，我们不需要做一个纳骨墙那也谢谢各位在去年在9月15号部落同意我们是做纳骨墙。那 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公所来这边做调查那我们是做的范围就是这个砌石这个是一笔地了这个地方那我们这边有做公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就是这边要做起掘到时候我们这边会做纳骨墙为了让取决的过程能够顺利，并且邀请当地的基督长老教会牧师来祈福，向上帝祷告，先人后事取决的时候能够平平安安。我们要向我们的天父上帝来感恩、来感谢，感动政府做这样的一个上取，谢谢主。祈求主当这样的祈福仪式之后的所有取决的行动或工作，都有神的带领跟保守。愿一切都平安顺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博兰村长田文仔和秀林下面代表替他陪伙，也感谢公所和重光部落族人的配合，未来设置重光纳骨桥能够更加的顺利。所以说在这里村长也感谢我们我的重光村民能够大家团结这样配合，这样能够让我们这个纳骨桥的作为这样能够顺利的把它完成也谢谢我们的代表，更感谢我们的乡长他一直在推动这个九个村的牧野，因为真的是营救苦难和乡啊，大家为了我们不离开努力的我们离开旁边就是村民的地，这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乡长这三年来他真的是一直在推动这个我们的九个村的牧野。是我们文兰的三个部落，你看看优先别的地方就可能外地的，那我们乡长也很重视，本来乡长要来就要拍啊留到，他非常重视，一答应你，我们三个村的三个部落的文兰崇光苗碗的，我们的全部都先做，把这边都过给他个努力的，而其他的都是这个公共设施16度，说6度美化绿化16度，它很漂亮了，好，一旦怕你看个壁了，我们也在一直在争取中央的经费。特别谢谢大家的配合，马志平哥爱你。秀林乡长王明哥表示，由于重光部落族人们大多信仰基督长老教会，而在五号这一天，则是邀请牧师在他的引领之下向上帝祷告。重光纳骨墙的设置作业即将启动，也希望在神的保护之下，起掘过程能够平平安安，让先人能够获得安心。记者综艺秀林乡报道。